清真寺记者会，记者会现在开始。在不在
时也告诉所有的这个媒体，今天我们全场的记者会是同步跟北京连线。那么待会呢，马上我们就要请这个杰伦跟今天在现场所有的媒体，还有在北京在内地的媒体问声好。变了一个超烂的魔术，就是他说来来你看你看，我把铜板变不见，然后那时候在饭店嘛，有地毯，他就一变就不见了，哇好厉害哦。那后来上我的节目，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再来一次，那是赖你的节目，那因为那边没有地毯，然后他就咻一声，我们听到看看看看，就是原来铜板丢到后面去了，所以当场破功。可是现在都找不出破绽，现在 OK 了啊，现在有练过，现在有练过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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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可是刚刚魔术师表演，你今天有要来一下吗？今天没有。真的吗？扑克牌不要来一下吗？还没。我们待会有扑克牌，待会来表演一下。等下可以试试一下，媒体访问的时候我可以表演一下，因为我适合的是那种近距离魔术，他们这种比较就是比较专业一点才可以表演出来啊。可是你刚刚那个就是把你知道六变成八也是很厉害。真的啊。嗯，这个很厉害，待会这个媒体都可以近距离的欣赏到。